来，我们现在首先来看那个正版 R3 的那个聚光板的亮度，然后它的光度非常的宽。那我们再看它另别款，它两款外形相似，可是这样那个照明范围差非常多。然后它的下面会有异光，然后灯色比较黄。它是我们的，对。然后这两个大小比一下，这个是别人的款式，它就是我们的款式。两个完全不一样，大家购买要注意一下。对，你的光型比较漂亮，不会有异光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旁边会有异光的问题。